我要说，你来写。来，来，把我说的写在这一册上，成。 皇帝台前，儿臣朱高炽三拜。你，这一首张梦龙碑，还是下了些功夫的呀？谁教你的？我爹。 我还是头一次看女孩子写魏碑呀！你爹也是个怪人。退兵？晚了。 他们伤了多少人？回皇上话，这些年，他们伤了我部众十几万有余。你起来吧，咱们合计合计啊。您老兄搞了我这么多年，十几万人呢。这样吧，你也不用赔啊，赔我牛羊金银，你挑十几万人还给我。你和你的弟兄也可以去，朕在北京。 找一个好地儿，给你们安置下来。过个两三百年，你想回来探亲，朕让你们回来，这多好啊！朕退兵罢战，两家永远和好，就当个亲戚走动吗？<笑>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会他了。 五百年来，达到此处的，也只有我了。回去，都回去！这一关，这一关！这一关！ 穿双好鞋，好好上路。